好，现在换各位来练习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。好，我总共有五题，我有五题，来。第一题，每加二氧化碳产生碳跟氧化镁，我已经把中文写给你了，你上来只要把它写英文平衡好就好了，把它写英文平衡好就好了。来，停车站借问，三个人上黑板写给我你的答案，四号、二十二号、十三号，没有十三，没有十三号没关系，就换一个。我有家就抽到我，我换一个叫做二九，赛赛。每加二氧化碳产生碳加氧化镁，你这答案是什么？结果写个不知道。你这样开始了吗？真的啦，我看到答案。我抄错了。知怎么写？知也不会写，连不知道的知都不会写，真的是完全不会。好，一个人写了，每加二氧化碳叫做碳加氧化镁 ，OK， 很好。来，每加二氧化碳产生碳加氧化镁，方法写出来，这是先写到没有平衡，然后最复杂的当作一或二，二氧化碳复杂，氧化镁复杂，然后你就挑一个，我觉得二氧化碳比较复杂，然后写作一，然后一写完之后，碳就固定，氧就固定，碳跟氧都出现一次都可以用。比如说你动的是碳的话，就是碳也要写一，碳写一之后就没有东西了，旁边没东西就回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两个氧，所以右边要两个氧，右边要写二，二写下去之后镁就固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氧掉镁就固定了，那右边有两个镁，所以左边要两个镁，写上二，每个都写好了，查看一遍，查一遍，没有问题，方程式平衡好，所以镁加二氧化碳产生碳加氧化镁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，第一个练习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